四哥，也许是小宋他父母过世的早，看得出来他心思深。这样的人呢，一般心里容易藏事。妈告诉你啊，婚前呀，睁大眼，婚后就要斜着闭着眼了。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多担待些。你怎么还让我闭眼呢？这就开始帮我往外推？没有啊。 妈就是想告诉你婚姻不易，你可别学你爸爸那么倔啊！明明心疼在乎，啊，一开口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是横着出来的。我这些年啊，哎，就是努力的多看他的优点，所以我们才能一起走到现在。这不是说好语吗？你替他干嘛？他也真是的，刚刚竟然在孩子面前说那些。这就叫关心则乱。 你爸爸知道你结了婚，他就一直黑个脸。他说你这些年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萱萱，你突然迈出这一步，他心里总觉着不踏实。四哥，你和你爸爸也僵得差不多了吧？ 你终于来了！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，是你约我来还鞋子、约戴志见面的，不对吗？ 你拿了鞋子走，你在这儿弹钢琴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看你朋友圈分享过这首曲子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，所以找了个老师专门每天练，有点小天赋啊。你不用揣摩我的喜好，更不用费尽心思讨好我。是不是我怎么做都不对，就是看我不顺眼？对，我就这样。哎，你对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约我到这个酒吧来干什么？ 哥们儿，我有朋友在这儿工作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拿着你的鞋赶紧走。还有，把你手机里的视频照片给我删了，咱俩以后别见面了，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让我觉得特尴尬。你吃错药了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脾气差了一点，嘴巴硬了一点，才一直让着你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你？ 删视频是吧？删了，以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老死不相往来就老死不相往来，我再见你，我是狗。 酒量不行呐，才喝了一瓶半，你就喝不动了。是不是？
你在干嘛？他不会喝酒，你干嘛要这样惯他？酒品见人品，我这个当爹的替你考验考验他啊，小苏。不是当初我带轩轩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管了吗？你今天干嘛又要管？浩宇，浩宇，你怎么样？走得动吗？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喝酒，浩宇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给你倒点水啊？对不起，终于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很多事情。 很多次，我都想跟你说对不起，爷爷、晨晨、公司每一个人，我都要照顾好。我好累啊，我心里有好多话都没有办法跟人说。谢谢你，终于出现了。 只有这一刻，希望你今天所说的。